我是有牌的，我是晚上9点开，开到差不多凌晨12点，赚了700块之后呢，然后就回家睡觉，睡到5点半之后起床，6点要去集合，要干嘛？训练马拉松。训练到8点多回学校，我也不是去学校，我就去很认真读书这样子，随便考都是前20几、10几名的，我们班58个人，因为其他人都不读书这样子，所以你眼睛闭着考就可以。好了。